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3月20号。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。2020年9月13号。1995年7月27号。1911年1月1号。你们会了吗？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是3月20号。2020年9月13号。1995年7月27号。1911年1月1号。